原材料穿进管位，然后去到送料机。然后启动设备。设备开始运行，刚刚转的比较慢的属于一个复位动作啊。设置了多少片啊？50就够了。
要把它焊住，用激光或者氩弧焊把这个外缘焊住。然后打开插销气缸，升起机械臂，然后缩下膨胀气缸，拿下产品。